你给我发霉了。妈，你跟紧吧。阿婆，没发霉。哎呀妈，阿妈就把你带回来了。你要赶快上去听警告了，阿妈就把心就安你，同埋你有三妹。如果阿妈死咗之后，你要奋志做人，倾家产业，替为你有三妹做。阿妈，我会啦。就算我将来点样艰难，我都会照顾阿三妹嘅，你放心啦。咁我就安详啦。喊咩你哋？唔好喊！喊喊喊，人死都喊得翻生咩？你又喊，佢又喊，喊唔喊到啲棺材山死啊？二哥，咁你今朝一早出去借钱，到底借唔借到啊？生养就不如死葬，万不能安对病榻分尸嘅。钱又点会借得到呢？你都知道世态炎凉，人浮于事噶啦。大哥，佢钱又借唔到，阿妈又死咗，点啊大哥？真系有乜点啫？你问我都冇办法噶嘛，咁使唔使卖咗我嚟当家婆啊？大哥，不如咁啦，将我哋嘅屋嚟卖咗佢，将所有嘅钱嚟用作丧仪啦。好啦，咁就卖啦，卖啦。我反对啊！我哋就系得呢几块烂瓦遮头啫，卖埋我哋去边度住啊？世界上最冇话唔顾生先顾死。大嫂，乜你咁讲啊？而家死咗呢个系边个嚟？系我哋阿妈，系你家婆噃。万古话冇得住，就算我哋冇得食，都要殓葬亲祠噶啦。呢间屋就一于要卖，而且呢间屋我又有份，阿秀琼都有份嘅。有份系点啊？开讲都有话，长哥当父，长嫂当母。你大哥一人唔应承，你唔翻嚟见事作主。大哥，咁你点啊？阿妈嚟噶，哑埋你。阿妈嚟噶噃，咁最好就唔使卖屋啦。阿妈就要装，老婆又要养，两头都咁重嘅啫，生嘅死嘅一样都要维持嘅。听下啦，大哥，唔好讲咁多啦。一定要卖嘅间屋就唔准啦！我要卖，我唔准。大哥，拎咗屋企嚟。你试下俾佢啦。卖身葬墓，卖身葬墓，妇女跪老婆，哀哀从泣月，乞父者一盒银，葬墓买坟月，生愿卖身作奴婢，死后含还将草结。浪花悲抱母与埋魂，望真系可怜啊！有此母夜落山，我直道母与排期，望佢都读过下书噶嘛。替佢绝句流群芳，字字意鲜血。姑娘，母死虽壮，但何必要卖其身呢？Oh,
解唔揾个亲戚朋友帮忙下呢？亲疏远嫁，大门不共你我，爱姑不如有亲疏故，何须怪怪爱哀伤？哦，咁冇其他可卖嘅咧咩？卖物易。身世真系值得同情嘅。嗱，我呢次有50两花银，系我送俾你嘅，你拎翻去啦。哦，君子恩爱爱，哎呀，几叫好天无背叛下与我。我都仲可以为奴为婢嘅，陌路相逢，我点敢受你千担之恩呢？为同情让女身世憎恨那两，不那须向一别处讨。呢笔钱，就算你卖身又好，乜嘢都好啦，拎翻去先啦。阿琼，呢种咁嘅善心人真系好难揾嘅，你拎咗佢先啦。多谢恩公。姑娘，呢位系你？系我二哥。哦，唉，恩公，我愧无寸德年弱妹，只剩羞颜血泪和。苍黄隐里闻芳居，好待送张露皮刀。咁又唔使，如果你个妹真系漂泊无依嘅，咁就不妨去我度嘅。我家住城南新昌里洛阳斜傍禅路。恩公，你嘅大恩大德真系没齿难忘啦。恩公，你贵姓名啊？我姓张，叫做国良。你哋快啲翻去啦，我请啦。阿妈，你再添啲灵，保佑阿三妹就好啊。我自然会秉持做人，遵依你个遗训。大哥，阿妈佢真有事办妥啦。我送咗阿三妹张家之后。我都要上京赴考啦。嗱，呢度啲钱你要咗佢，将来做啲小生意。咁你咧？嘿，你花二叔仲顾得掂自己咩？大哥、大嫂，我去啦。三妹，此人都系我冇本事，要你卖身。我都唔舍得你。是谁掌握前程刀？又剩千银，寡秒中生意道。够啦！清茶淡饭，长妻乐夫。我过晓啦。灯油火蜡送全秋，你的佢晓噶啦。你哋不听命，勤修武。够啦。
得啦，得啦。你记得生辰死忌，要断酒至拒路。而家带我去啦，二哥。哦，去啦。大哥，大嫂，你哋保重就好啊。得啦。大妹，去啦。大妹，你保重你自己就好啊，大妹。我去啦，大哥。哎呀，你喊喊喊喊乜鬼嘢咧？我又死咗，阿妹又骂啲人都唔喊。系啊，妖几个人食饭咪仲安乐？你啲钱咧？使住，拎嚟啦！你俾我做生意啦！生意生意，你睇下我嘅衫都冇得着啦！你想唔想老婆靓啊？梗系想啦！想啊，拎嚟咯！你留翻我做生意都有分数啦！行啦！呢两位话揾阿相公喎，吓你哋嚟揾我哋国娘啊？受恩人拜见老夫呀！阿妈，奶奶，国娘，我哋张家几时有私恩过人？点解佢两个到嚟叩拜噶？阿妈，我都唔记得讲俾你听添。昨日过墟墙，转入花间路啊！弱女卖身求壮母，字字书来用血糊。是我有心连孝道啊，赠金无衣买家路。只不过积善愿求天，把粮庇护。夫人。所谓汗匙一滴如甘露，我妹粉身难以谢恩公，愿为奴婢都托命门，胜被狂风欺弱草。咁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做林秀琼。国娘啊，佢既然系嚟咗啦，啱就收留佢把啦。你啲阿妈你嘅主意咧？秀琼啊，嗱，呢位就系大少奶啦，你上前拜见大少奶啦。叩见大少奶，起身啦。嗱，你以后就俾心机服侍阿大少啦。啊，三妹，而家夫人你肯收留你，我都好安乐。我去啦。请啊，夫人公子。二哥，夫人，我阿哥今日上京啦，我有两句说话想跟佢讲下。哦，咁你去啦，去啦。多谢夫人。二哥，你呢次上京要奋志做人。记住阿妈嘅遗言，要兴家创业啊！我记得噶啦，三妹，纵使未报渠路，亦要先报妹。你不止卖身能壮母，仲助我搏前途。一分恩义都记千年，妹啊，你暂忍辛酸，待等红颜到。三妹，就算你辛苦啲，你都挨下啦。我知啦，二哥，在家有兄年与爱，出外谁堪作？此身寄属张家奴，公子因心仍要。好啦好啦，秀妹，你唔好喊啦，呢度唔系自己屋企嚟，就算你日后有眼泪，你千祈唔好洒向人前啊！唯望苍天庇佑文长客。
归来赎妹还青楼。我去啦。二哥，你珍重啊。三妹，你自己都珍重至好。我去。阿妹妹，乜你等我好耐啦咩？系啊，表哥，表哥啊，吓，南美话我唔爱你啦，我将呢块玉钉咗落件帽度，送俾你啊，等你戴起件帽就记得我啦。呢一块玉啊，系我爹心爱之物，而且系全家之宝啊。阿妹妹，我唔系话信你唔过，不过咁噃。你知道啦，我哋爱情都难于长久嘅。你话晒都系有丈夫啊嘛。丈夫，丈夫，提起丈夫我就激气啦。点解咧，阿妹妹？点解会激气噶你？你今日啊，无端端又买个妹仔翻嚟，又靓又嫩，而且待得佢非常之好添。我以为咩嘢事干喎？诶，买个妹仔啫嘛，我哋机会到啦。咩机会啊？若果你系真心爱我嘅咧，你系应该想法子令你个老公娶佢做妾侍啦。吓？娶佢做妾侍？系咯，怕咩嘢啫？若果娶个妾侍翻嚟，你又做大婆噶啦嘛，得闲咪将佢打打骂骂咯。嗱，若果真系娶咗佢翻嚟嘅咧，就唔使我哋两个相思夜夜。云梦香炉啦嘛，阿妈，姑娘，你望只琼做咩？佢到底都系书香人家嚟，做嘢系慢啲噶啦。我唔系嫌弃佢，我好欢喜佢添。睇得娘，你呢？阿妈，你欢喜我梗欢喜嘅。阿娘，想阿家嫂入咗门已经五年啦，我等到而家都未曾有孙仔抱。阿妈，开讲都有话，子嗣系由天定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强亦无啊嘛。系咁讲啦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早已有心替你将件事草啊，纳钱系啦，阿妈唔好啊。所谓智者不从婚，君子不纳妾。重妾即相妻，重妻即受妾。何必要搞到屋弊家嘈呢？国娘，说话虽然系咁讲啫，看草着边个啦，草着阿琼就唔怕啦。佢个人又温柔，啲性格又好，你方佢仲敢同家嫂争风呷醋咩？阿妈都系唔好啦，总之佢命薄金为夫子妾，未娘都未必肯顺其夫啊。相公，你又估错啦。你同我奶奶讲嘅说话，我已经听到晒啦。哦，乜原来想收起阿琼啫嘛？我不止话唔反对，而且仲好赞成添。相公，奶奶嘅主意系啱嘅。此次花不退，我得到。我不愿弱女堪怜，配懦夫。美娘是个贤良妇，你夫君不是酒色的徒，只求生儿我的智能要到。我又怕波翻沧海，壮无辜。为何望天和求土啊，爱爱同分高，终日后不用夫妻。天罚我煲电家嫂，起身起身，你个愿许得太重了。家嫂，
我好多谢你，我好感激你，你嘅大恩大德，难得你咁宽容大量。如果我哋将门将来有后，我真系点都唔忘记你啦，家嫂。哎呀，奶奶，你呢几句说话都讲得太重啦。不孝有三，唔通我哋做新抱嘅冇责任嘅咩？系嘅，系嘅。秀琼。咩事啊，奶奶？秀琼，你嚟咗我哋树咁耐，你又精乖又伶俐，我知道你系书香世代好人家。如果你又咁响树做妹仔，太屈咗你。我想话收起你，俾阿国良做妾侍啊。系咯，你嘅意思点啊？阿琼，你自己想真至好啊。阿琼，张门系积善人家，唔会难为你嘅。系啦，阿琼，你嘅意思点啊？唔怕讲啊？啊？夫人，我都知道张门积善人缘好，难得有个咁嘅少奶，难得待得你咁好噶。系，少奶有心年月岁，相公着衣作媳妇。系咯，咁你就应该快啲应承啦。丧母之恩未能忘，我正恨分身难报恩情报。咁真系好啦，大家嫂啊，攞部通证出嚟找个好日子啦。唔使啦，奶奶，咪就咁拜下祖先，叩个头，斟杯茶，改个名咪就算咯。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阿春桃啊，阿三，快啲嚟！咩事啊？快啲去庄园宝蜡烛香拜神啊，拜祖先啊！春桃啊，你带佢入去啊，大少奶间房住，攞个件靓衫佢着，同佢梳好个头，出嚟拜祖先。好啦，我俾封利是你。你入到我哋张门，以后就旺夫益子，开枝散叶。快啲斟杯茶，跪喺大少奶处叫佢改个名啦。哦，大少奶。你教我就得噶。咁凄凉，咁我就同你改个名啦。啊，就改你做可怜咧。嗱，咁你以后入咗门就系张家嘅人啦。奶奶又几十岁咯，我又并无所出，实在你能够同我分轻责任，我仲好感激你添。阿莲，你放心啦，人哋就话一条锁匙就冇声音。两条锁匙就叮当响啫，我唔会嘅，真系唔会嘅。实在彼此都系张门嘅新抱啫嘛，但求个家婆安乐，丈夫安乐，咁咪就算咯。大家嫂，你番贤良嘅说话，真系听到我眼泪都忍唔住。你到底都系宦门之女，真系讲句说话都唔同嘅。二娘。你仲唔快啲多谢大少奶？多谢啦，大少奶。
生有斟茶，今非昔比啦嘛。点会今非昔比啫？又唔系一样，我哋系应该服侍你噶。点同啊？夜啦，相公，你仲唔翻房头？系，好夜啦，我都唞啦。早唞。听清楚我讲咩？啊！我话夜啦，点解你仲唔翻你房头啊？哦，咁呢间唔系我房咩？系，呢间就系你嘅新房，但系你仲有一间旧房噶，真系难得善奶待得我咁好，你都系。我都系今晚喺呢处啊。唔好咧，相公，俗语都有话。宁可温故而知新，千祈唔好贪新忘旧啊嘛！你翻过去嗰边啦，去啦。芳心早香，闲浪争。何必令浪在香围，石影孤。新人笑，才是救人福啊嘛！嗱，以后我哋百无禁忌，就西厢剪烛啦，就唔使偷偷摸摸、闪闪烁烁啦嘛！真系憎鬼死佢！嚟啦，嚟啦，倾下啦。是你生的，你跟他改个名字吧。奶奶问你这样说，开港都说是次仔的大婆儿，应该是大少奶跟他改才对。哎呀，不是啫，不是啫，奶奶啊，你不要听二娘说啊。计我就说，这个仔又不是我的，又不是二娘的，是相门之后，是奶奶你的嫡孙嘛。如果奶奶你都不改名，谁个敢跟他改名那么大胆啫？系咯，老夫人改就啱。啊，咁你改啦，奶奶咁你改啦。我改。啊，咁我就改佢做福兴啦。哎，好名喎，又福又兴啊你。哎，大宝利是先，哎，恭喜你啊，利是，福兴大运，快高长，大兵我利是啊。啊，多谢多谢。二娘啊，不如抱翻阿福兴翻入房吧啦，咁多人，听日吓亲佢添。阿福兴，你看你大妈几锡你，唔怕今日咁高兴，由佢喺树内啲啦。陈家老夫人，陈家老爷不久就到。陈家老爷到？系咧，岳掌大人远在京师嘅，点解忽然驾到啦？哎呀，唔系啊，上个月阿丁有封信俾我，佢话视察江西，或者系路经此处都唔定呢。咁我哋出去迎接佢啦。阿明，今日满堂吉庆，又有红鸡蛋。哦，你梗系生咗仔做满月啦，点解你唔话俾阿爹知啊？爹，仔就系我嘅，不过唔系我生嘅。吓，唔系你生嘅，边个生噶？吓，岳掌大人，呢个仔虽然唔系阿微娘生嘅。但是我哋將門有後，都是拜阿微娘所賜嘅。呢個仔，呢個仔，啊，係我嘅妾侍阿蓮生嘅。哦，
乜你娶咗妾侍咩？冇错，阿亲家老爷，因为老生行年七十，抱孙心切，就难得家嫂贤淑，为着我哋张门，佢劝夫纳妾。你而家宾客满堂，个个都将家嫂称赞啊！哦，阿薇，乜原来系你主意咩？系，但求张门有后，婆婆之心，万讲话娶一个啦。就算娶多几个，我都甘心情愿嘅。阿薇，你咁样做法，我都好欢喜。为父者应该要孝亲顺老，不能斤斤计较于怎直之间噶。阿二娘，快啲上前向大人叩头请安啦！啊，老大人在上，贱婢可怜叩头。好相貌，好相貌。起身啦！我呢次巡视江西，路经此处，未曾携备礼物。嗰日再行保送，因我有公务在身，不便多留。老爷，相请不如偶然，好似饮杯先啦。皇长大人，咁饮杯就喜情啦。系老爹，奶奶咁欢喜，唔系美且字咯。我走啊，饮完啦，嘢又倾晒噶啦，我写啦。一阵间老大翻嚟，搞唔掂嘅。好心你咪咁慌咧，嗰个衰佬日日去买油钱啊，冇地址翻噶，你唔好走先。我唔走你又点啫？咁你话点唔点？又好，同你倾下先。为谁卖人卖夜卖，将也干晒，为福儿女妻有咁啊要大，佢真怪，心怪之样。叫妻挂在门啊，前我家通啊街。我哋大夫真系好到冇噶啦，真系三步不出闺门。你睇日头冷冷都闩埋门，真系为你挨死都系抵噶啦。所以我万荣线周围都唔去，我先翻嚟见下大夫先。哎呀！真系心贵，唔似厅门、房门啲山女，真系抵食嘅大夫，吓噶你啦！点解知佢走得快？我拎咗佢两帽啫嘛。我本是一等两万，将用先卖啊。收份从来未作大啊，家有叫妻
年少艾呀，我辛勤一直为呀妻呀艾，今日淫妇奸夫喺条心细呀街呀，俾我撞破奸情，佢就逼我街啦，我本来一刀要佢还花债呀，点知好人当贼赖，俾佢脱手啊天啊！我日来将武子停来一官。啊！呢粒宝玉分明系我全家之物，何以会落在登徒之手呢？哎，怎待苍茫行色，未便质问爱女贫差呀、啊、你归去劝导妻房，得和解处虽和佳。多谢大人。人来起程。哎翻去，翻去都系咁话噶咧，只不过唔翻去，我又边处揾瓦遮头咧？隔夜扫兴要揾你等清，定将痴恨记心啊！怀啊！大哥，大哥。大夫執埋嘢救曬我添，你個衰仔，你都害得我慘。如果我再見到你面，我一定同你搏命。端端你又叹声叹气做咩？叹读书人心不在书和卷，叹元夫子都未扬遭敌边，叹闺中人枉用针和线，收初游街未撞雨。你芙蓉面衬春的灯。轻轻的扮笑脸，对苦闷渐的生困的和倦，比不上你貌儿甜，态度更多姿多彩。当老妖子谁呀？当今时骤兴煞，似无女仙，秋风向外闪，真系万看不厌。我不咩无皇后，无子见。梦里一见，落神素面，扎得罗根色的上尽现，天揭睡莲，眼角恶流连，情何心啊半边。原来咁就叫做功亏一篑咩？系咯，咁真系可惜咧。可惜？可惜咩？可惜
相公，咁而家你何尝自己唔系功亏一篑呢？点解你自己唔替自己可惜下呢？我咩功亏一篑啊？唉，相公，收一幅状。博学如苏慧，何止冰肌玉骨可人怜？经心一念疯癫，秋市莫我言。阿莲，我听你话，从听日起我就奋志读书啦。撇尽爱于淡漫。困你非常严，不过你俾我癫埋今晚噃。你晚晚都系咁话嘅，莫因相爱相亲，贪疏私怨，要你问长故事，自参拜去论语。如果你明乐先生，我点对得大娘同奶奶住啊？脱泥之吻长，听我许愿，情合意绵，定报镖心一片。嗱，呢次真噶咯噃。系啦。又好，任你每节香肩。在赴试之前，你晚晚就梗系好勤力读书。原来你勤力就勤力啦，不过唔系读书啫。奶奶，你唔好责怪国良啦。如果佢平时系唔勤力嘅，
怎会有今日咁好学问啊？二娘，你咪恃住自己有个仔，你就完全唔系着夫着想。自从你入咗门啫，阿国良就冇晒心机读书啦。呢啲你都要负起个责任噶噃。奶奶，我唔系话因为争宠而入张家，我纯粹为报恩而作妾嘅。咁我点会话迷惑个相公呢？我实在时时都劝佢俾心机啲读书。他日飞黄腾达，光耀门楣，我仲劝佢切不可留恋归国添。我唔信，阿妈，阿莲啲说话系真噶。你估我眼盲嘅咩？你使乜帮住佢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算啦算啦。实在阿国良佢冇心机读书，唔去考试，唔赖得晒阿莲嘅。问心讲啊，我同阿国良老夫老妻，我都唔舍得离开佢啊。万讲话佢哋咁新添啊。不过做人呢就要庄重啲好。头先嗰啲咁嘅情形，俾老人家睇见就系唔入得眼噶啦。哎呀，算啦算啦，认佢错咪就算咯。奶奶，我知错啦。知错，难为一家嫂你抵得佢嘅。阿妈，唔关佢事嘅，我错啦。二娘起身啦。多谢奶奶。嗱，国良听日就要上京噶啦，你今晚好预备同佢执好啲行李啦。哦，阿二娘晓噶啦，我扶你翻入房唞咧。难同共心意，真系未到别离，未知别离之苦啦。阿莲，你翻去吧啦。唔好，我要多送你一程。所谓送君千里，都终一别啦。怕郎长是梦魂牵，家事即是人的家，武士痴肠盲目。唔使乜担心咧，更不愁恩怨憎恨，试问何来归怨？你有咩担心？你有个咁好嘅大事，对你如珠如玉。昨晚阿妈闹咗你几句啫，佢在旁都处处袒护你。咁呢次我都去得好放心啦。系，因以权衡，叔送兄，你未及夫人，待我情。系啊。咁未娘待你真系好啦，系定啦，天狼莫向归中念，此不把马咁依是。你真系唔使挂住屋企噶啦，大娘待我就真系好咯。所谓生我者父母，爱我者大娘，我仲有乜心存顾虑呢？阿莲，不过我仲有一样唔放心。你系咪挂住奶奶啊？唔系，阿妈有两个咁好媳妇，
我仲使乜挂咧？我挂就系挂住个仔。个仔唔使讲，我都梗系爱死噶咯。就算系一发之微，我都唔会令到佢有丝毫之损嘅。相公啊，相信你翻嚟嘅时候，佢都系牙牙学语嘅时候噶啦。嗰阵我梗教佢高声嘅，或者一声高似一声嘅。咁就好啦。时候都唔早噶啦，你起程吧啦。相公，你珍重。我去啦。买个公仔啊？系啊。阿嫲咧？阿嫲要拜神啊嘛。阿姐咧？阿姐快出边花园噶啦。呀，真系生鬼死你嘅啫，见出面都攞钱，我又唔系有同生金矿。阿明，我同你都有分彼此嘅咩？我靠攞钱做生意啫嘛，使乜咁啫？嗱，如果我赚到钱嘅，我咪双倍还上咯。又好。系咯，咁就系嘅。做咩？我头先见住个呢处，以为系井喺树，我推开门睇下先嘛。哼！若果你有下次，光光都打断你嘅。我下次唔敢落等咯。阿姐啊，姐，福仔啊，你唔得翻嚟啦。系啊，阿姐啊，我讲一样嘢俾你知啦。头先我经过大妈间房啊，见到阿表舅父同埋大妈坐喺张床嗰处，面先贴面先，好似我依家同你咁啫。你讲大话，阿姐啊，唔系啊，我真系见到噶。叔仔，咁大妈知唔知你见到佢啊？我唔知啊，我张张下跌咗落地，俾佢见到我啊。大妈点啊？阿大妈闹我咯，话我鬼鬼祟祟啊，话第时见生我系咁啊，连我脚骨都敲断啦。仔，你有冇讲过人知啊？冇啊，我净系讲俾你知咋。咁好啦，嗱，我话你听，你千祈唔好讲俾人知啊。哦。喺阿嫲面前你都唔好讲噃，就算系第日你阿爹翻嚟，你都唔好讲俾佢知啊。阿姐啊，你成日都话阿爹翻嚟，点解咁耐都唔见阿爹翻嚟嘅？你阿爹喺京师做官啊嘛，佢就嚟接埋我哋一齐去住噶啦。嗱，咁你乖乖地俾啲心机读书，大个仔学翻你阿爹咁叻咯噃。啊，咁去读书啦。我唔去，我陪埋你仔生。哈，真系憎佢嘅啫，两仔爷都系咁冤气嘅，快啲去读书。我唔去，唔听我话咯噃系嘛？嗱，我嬲啦。哦，你唔好嬲啊，我去啦吓。乖吓。阿眉，欲求真快活，须向险中求啊嘛，最怕你不杀人，人杀你啊，揸实主意啦，仲使乜嘢想啫？吓、啊？系，倘若他日春光泄露，你叫我有何面目见夫郎？你揸实主意就得噶啦，我有办法嘅。吓、啊？你有办法？系点咧？点啊？我讲俾你听啊嗱。你今日有冇讲俾你阿姐听？话嚟过大妈间房度咧？冇啊，我冇讲俾阿姐听。真系冇？哎呀，冇就乖仔咯。大妈见你咁乖，买定个饼俾你食啊！嗱，食咗佢啦。阿姐叫我唔好食人啲嘢噶。叫你唔好食啊？哎呀，傻仔，人哋嘅嘢你就唔好食。大妈买俾你食，怕乜嘢食啫嗱？好香啊！你闻下。嗯。都系唔好食。用翻食咗，阿姐会闹我噶。大妈唔讲俾人知，你阿姐又边度会知呢？嗱，唔怕噶，食咗佢啦。哦，你唔讲噶？唔讲噶。
你自己都唔好讲啊！我讲俾阿姐知道啊，真系打死你噶！我唔讲啊！咁就乖啦，快啲翻入房瞓啦！哦，几好，大妈，乖啦。呢單嘢有咩鬼馬啊？靜靜閃閃縮縮咁，由後門入嘅，一定有古怪定啦。好，等我靜靜跟住佢嚟捉下你先啦。你啊，喂，嗰件嘢妥未啊？我俾佢食咗噶。俾佢食咗啦，咁啊得啦。阿姐啊，阿姐，做咩啊？我唔写啦。又偷懒，写得几个就话唔写啦，乖乖地写埋个篇。我肚痛啊。吓，学埋讲大话咁曳添啦噃，系嘛？快啲写埋啲篇，阿姐同你瞓下，嚟啦。我肚痛啊。真系肚痛，咁你有冇立乱咁食嘢呢？吓、啊？冇。好啦，咁我扶你埋床瞓啦，吓、啊。Thank you.
零零舍舍你害死我个孙啦！你快啲陪翻个孙俾我。哎呀，你快啲陪翻个孙啦！阿奶奶，令到你千祈唔好难为我个妹啊！我的确系佢阿哥嚟嘅，不过我真系唔知道佢卖嚟你啲树，所以一向冇来往嘅啫。我今日为追踪佢仇人，我就追入咗嚟啲树嘅啫。我的确冇讲大话嘅，你唔好冤枉我两兄妹啊！咩话？你追踪个仇人？系。咁个仇人叫做咩名啊？吓？咁我又唔知道啊。奶奶，听下啦，追个仇人喎，连仇人个名字都唔知道嘅，你话系咪有古怪啊？哎呀，算啦，奶奶，天日都系我哋家山冇福气啦。不过呢件事，我真系敢指证阿莲毒杀佢个仔啊！哎，得啦，你唔使讲，而家有凭有据，我要拉你衙门定罪。奶奶，为咗张家嘅名誉。为咗相公嘅名誉，你就算你打死我，你都唔好拉外公职啊，奶奶。哎呀，乜咁啊，奶奶？你唔见棺材就唔流眼泪哦？乜你惊咧咩？你既然系有胆做，你就唔好惊。你惊你就唔好做，喊我拉，拉埋佢。有福咯，乃娘亲福荫，想我身作京官，数年来未能回家，神昏定醒，请少爷知罪。阿福兄呢？阿福兄，福兄死咗啦！吓，福兄死咗？咁啊，可怜呢？可怜坐监啊！可怜坐监，佢真系试过坐监啊！我都唔愿讲，你问阿家嫂吧啦。未娘，我个仔点解会死？可怜点解会坐监？你快啲讲俾我知，你讲啊！吓，侍郎一别离家京，你嘅妾侍在空房有怨恨声，最近几兄妹通奸，相依命。兄妹通奸，咁我仔系点解会死嘅？为怕娇儿揭发了个忠情，杀子不受无天啊正，事在三更别相称，家夫都在闺房，人镇定啊，当堂报获送公啊情。奸夫并我，别人识话难凭信，常遇贤妻又点会坏此名名？纵然不惯守空房，也不应为掩奸情伤子命啊！阿妈，而家拉咗去边处？拉咗去怨妇衙门。我要亲到仲庭看花落。杀子为凭三木刑啊！下辈范夫人可是林可怜，是范人可是林志芬，是。林志芬，我要你与范夫人报应兄妹啊！受枉人与林可怜是同胞兄妹，并非报应啊！你一共有兄妹几人？一共有兄妹三人，我居长，可怜居幼，仲有一个二弟。可否传你二弟夫来作证，
二弟五年前上京赴考，到今日都不知下落。你可曾自家？早已自家。可否传你妻子都来作证呢？系我妻五年前俾我撞破奸情，已经押大司徒，全无下落。可有亲戚叔伯？死得一干二净啦，大人。胡说！分明是奸夫淫妇啊，诬认兄妹通奸，林可怜杀而灭口，已是罪难逃赖。先审淫妇，后审奸夫，秉公正案。林可怜，你入帐门作妾，为时几载啊？六年。被家夫待你如何？家夫慈祥，待我无甚好。你丈夫呢？我丈夫是好丈夫，但我因何在做？大夫待你又如何啊？怪我，怪我！嘿，本官稽查案卷啊，见有街坊伦理口证，说到你是卖身下贱之人，得作将门妾，全仗大夫有容人之德，可有其事？实有此事。哦，已有此事，大夫是否过你恩重如山啊？是。嘿，家夫是好家夫，丈夫是好丈夫，大夫是好大夫啊，何以毒杀张门一点后裔，以怨报德，狼心狗肺啊！大人，法夫人深受张门之恩，分身难报，既无杀儿之事，身有妻妇之冤，用法夫人分赏。嘿，庄正俱在，岂容狡辩？庄正俱在，可惜庄非真庄，正非真正。嘿，有亲属伦理，千口所指，何得为非真庄啊？虽有亲属伦理，千口所指，为是相差一人。差了何人？差是我丈夫。譬如你丈夫在呢？抬头一看，眼前人啊！谢大人。大嫂，你唔识佢嘅咩？佢系边个嚟啊？哎，咁就好咯。爽转一拜堂前叫扬，每世应要扶危鉴量，你得知回来伦理当不安，爱妻当爱求来。奸夫真嚣张，难遮人亲那两字变换我主张，我要诸野归府上血浪，不要堂前乱叫狼，我视你一如毒蝎，消灭此心魔。林可怜，今日我为座上官，你是阶下囚，血案难消，私情已尽啊！你如何勾结奸夫，毒杀亲儿，重失招来？大人啊，为爱之心看体面，纵欲杀爱难忘，天花，以免毒发无量。
望。林可怜，我嚟问你一声，当日我离家之日，送别之时，我对你可有叮咛嘱咐啊？那时候浪情妾意，不尽意，岂无叮咛嘱咐之理呢？那时我如何嘱咐啊？你嘱咐我善事家姑，善妇娇儿。咁你如何答我呢？我答应你善妇娇儿，不使佢有理我之说。咁相见呢？我答应你未来之日交儿叫父一声，歌词一声。今日我可以归来，何以不见孩儿欢呼？我个仔喺边处？我个仔喺边处？你杀害亲生，掩不了一切的偷看是暗藏。你见叔父杀儿咯，我轻为淫欲哦。热心想比你更冤枉，只觉得俗世官威太严了。你如何将他惨杀？只当失去未定错，是谁人把飞相卖？亲生骨肉的连长，我共低一公，为何买飞相偷偷过？为了春呢神马当福卿将外物你拔去了，好个偷看狐狸精，这画个窝藏，亏得他外样。你王下的政府亦太狂，你恶过虎豹豺狼，你自枉法无良。既已归，曾说把春情看，偷见少奶共表兄，今晚偷偷乌铺难防。大人，我不动伤心，都不言家丑。福卿在未死之前，说曾见大娘与表少俱难防偷换，当晚即行还事，麻织蛛丝，大娘都自有可疑之处啊！胡说！岂容你恶口伤人？既然师爷大娘可有将此事转告家姑？未有禀告家姑，恐伤长者之心。可有家书寄出告知夫婿？家书虽有寄出，但并无将此事提及，望君沧海之意。呸！妇人之晓，谁为口证啊？只在静还在，只望静亦忘咯。林可怜，林可怜，顾唔到你有毒杀亲儿之狠，还有含血喷人之志啊！血掌上淋漓，望你自苦心而伤啊！送别之时曾有讲，话大梁开亮，赤难亮。如今反噬人身上，你竟将泼口肉啊未凉啊！你既否讲过一句因义权衡，孰重孰轻啊？我都未及大娘对你情义广。哎呀，月世未深，阴晴严杂，我知错咯。哎，错在区区前次如草命，点及得少女错？
你万不能跑打无辜嘛。尚未招供，经已云去了，望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准许暂时押回监房休养。好，一礼。在。将奸夫淫妇押到三天处决。在。谁无色欲怜香意，一念到娇儿还是女儿狂。大哥，大哥，啊！哎，万志芳，系啊系啊，哎，做咗官翻嚟又好咯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阿赵伯，啊，为我家门紧闭，蛛网尘封，我大哥何方往呢？哎，大哥，唔知点解？佢兄妹通奸，毒殺外甥，囚禁在於縣衙監倉。嚇！世間上哪有兄妹通奸之理嘅？趙伯，咁我大嫂呢？你大嫂五年前勾引情夫，俾你大哥撞破奸情，押敗殊途，不知去向噃。王院啊，大哥，哎呀，二弟，三妹，啊，你同大哥含冤受屈的事，我从案卷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了。二弟，你虽然肯替兄妹伸冤，但是三妹夫的负心盲目，似乎有顾全家姓偏帮大富之意。他官高势大，只怕放心吧，大哥三妹，我跟他在品级台前同一等，一般是品名风。
大事咯。大哥、三妹，我立刻截简相邀，请佢到悬崖替你哋申冤雪恨。哎呀，咁就好啦，我哋两个条命喺你处噶，二大。大哥、三妹，你唔使担心，我而家去啦西爷，西爷，喜感喜感，张大人久违了。哦，原来是林大人。两位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林大人，切简相邀，到底有何公干呢？张大人，关于社会独弊亲疑之案件，下官曾将案件再三检阅。发觉大人亲笔批示，没有妄断之处，于理都不当吧。林大人，此事公衙不是私人寓所啊，说话更应庄重。我想林可怜兄妹通奸，毒杀亲儿，有庄有职都并无冤枉。张大人，世间之上焉有兄妹成奸之理呢？张大人，你既非禽兽之人。何以会在禽兽之上啊？我想林志芬与你相貌不同，声音不似啊，你何必为舅妹而妄自作证呢？所以到公事公办，绝不容许你把包妹披风。照案卷中看来，你妻何美良实犯有最大嫌疑，我今日想提审此人，重翻血案。林志芳，我妻子二品如人，生不到官门，死不入地狱啊！莫非你想将我门风败坏，有意传佢到公堂吧？你妻子二品如人，身显贵，我妹兄亦荣封，拜事也郎。你为保家风，不愿佢到衙门。难独我肯不加封，为你啊丧。我要全心，我要全心。林志峰，望似乌纱和玉带，声声全省玉砌野房。莫凭魅力霸山摇，所以拒赴在朝，为宰也丧。不准全心。我要全心，不准全心。我要全心。两位大人，有事慢慢参详。咩事？太君大人，相爷驾到。哦，相爷驾到，我哋一同出迎。参见我，参见恩师。免礼，请相爷上座。申冤啊！言契何冤之尤呢？恩师，门生有一妹名唤秀琼，皆要另使遗妾，产下麟儿，无端死去，被诬兄妹通奸，独弊亲儿。上次案内有嚣欺，凶手另有其人，故突明冤，乞求再审。我在京师，得接女儿家书，惊悉此事。故而到此，不原来凶手可怜，就是贤契之妹啊！莫长大人，我离家五载啊，小妾不甘寂寞，受国藏奸，自有毒杀亲儿之事。案发之时，我妻目睹。真是，所谓案发之时，张伯母与令千金在旁目睹者，乃是儿师在床，我兄在旁而已，更非见我妹手印亲儿噃。今闻兄妹通奸，有何实证？莫长，案发之时在于半夜三更，如非通奸，何以混在一房？恩师，若果兄妹同奸杀儿，当时预谋啊！而死之时，奸夫早应逃避啊！何以束手待擒之理啊？有贤契识才所说，此案定有嚣欺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此人是谁呢？就是令千金。你何以见得呢？恩师，
照案卷中曾有记载，说我外甥在未死之时，曾见大娘与表舅在房中拥吻，我妹为传家声，未如揭发。当晚外甥横死，灭口之嫌当在大娘，而不在我妹。望恩师明察明察。犯人现在何处？在本院监仓。好，待本官复审此案，传令开堂。下跪犯妇可是林可怜？正是。下跪犯人可是林志芬？正是。你两人抬头看案，本官是谁？谢大人。林可怜，想你只离月之日，我适逢其会，见你软顺温柔，何以忽然苟合奸夫，独废亲儿，这般凶悍啊！大人，我为报恩而嫁入张门宁金作妾，不举一男，正是妖天之行。世间岂有毒杀亲儿之理呢？分明是有人欲灭后，暗把儿伤。啊！此人是谁？但说无妨，惜恐有伤大人承担，犯妇应是不敢。宫里不涉私情，衙门为民而立，即说无妨。秉承停婚，出嫁之后都也端庄严肃，岂有杀儿嫁祸之理？你可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无良，本官定然将你千刀万斩。大人啊，黄昏近，但愿换衣裳，忽听孩儿声叫嚷。在你受国之中，若非通奸，焉有如斯巧合？大人啊，既否为错奸，相如虚长，王学就忽然从天降，当年旧恨未能忘，追啊追啊追，追入花台上。寻麻不得获登入妹难逢，竟然无哭而居，久不知是谁辣手弄出烹儿案。到底事发之夜，曾否有人撞入你家？此事还需问明真相。事发之夜，小姐仍在役女之中，
案发之后，我未曾叩问亲娘啊。有请人来，张家夫人以及媚娘到堂问话。领命。拜见大人。老夫人，据犯人所讲，当晚为追捕一人，只有撞入兽国之内，到底事发之夜，你见唔见有陌生人样啊？大人，你千祈唔好听嗰只狐狸精讲啊！我乖孙被害嗰晚，老身亲眼睇见有奸夫在房噶。恩仙，既然我妹供出表少要大娘有暧昧之情，你应全表少对质堂上啊！哎呀，乜牵涉到我嘅身上啊？阿爹，我同阿表哥至少就青梅竹马，有如骨肉之情，但门男欢女爱之事，淑德贤良，伦理都皆知嘅，又冤可受人毁谤啫。媚娘，真金不怕红炉火啊！岳庄大人，何不快传萧公子到来表白帮堂呢？人来，传萧御。领命。在据范府供词，你与媚娘有暧昧行为，曾被小儿破门窥看嘛？大人啊，大人，想我同阿媚娘至少系青梅竹马，来往则有之，暧昧则未有啦。何况我系熟读圣贤之书，焉敢妄登子犯之床呢？啊，大人啊，大人，这个就系我当年追佢。抢咗佢两帽嗰个仇人嚟噶啦，嗰晚我就系因为追佢，追入张家后巷嘅啫。表示，就算你同大娘忧失舅父，都也应良心自救，你何苦要杀人灭口，毒我嘅儿郎啊！媚娘，在未判高案之前，我要向你问一句私话。女儿成教啊！在你出嫁之时，我曾将家传宝玉赐授于你，现在何处？宝玉放在家中啊。拎嚟俾我睇下。竟已失去多时咯。畜生！我知道你将宝玉送与萧元。还不下跪受斩。萧元，你如何苟合媚娘，如何杀而灭口，从实招来，否则大刑伺候。我招了，我愿招了。媚娘共我同烟那将，劝夫立妾都到陈仓，将郎父使你家旺啊，夜夜前灯合欢那床。不避孩儿来窥呀，看得更把春情透露，窗都暗把砒霜和蜜酿啊，放落甜冰上啊，杀而灭口都害呀怜娘。可怜，我怪错你啦，自年生就无珠目。中间难辨唔正常。阿爹，我倒从心起杀娇儿，跪地哀哀求父娘啊！嘿，畜生罪犯天条，岂有姑息之理？人来，将奸夫淫妇往赴法场斩首。林可怜、林志芬两人无罪释放，人来推堂。二娘，真系对唔住啦，一日都系老身。老眼昏花一时之错，你唔好怪我啊！国良，大姨娘翻去啦。乜乜乜乜住！
翻得咁容易？问过我先啦。系啊，翻去。你咁做法确系对我妹唔住嘅。你想带我妹翻去啊？问过阿哥同我先啦。我一句认错，虔诚下礼望。切，我是擒凤手，系得失那去豺狼中更狼。我妻被人偷，情状已凄凉，仲啊冤屈我去偷人，好过立法能断案。黑天亮，用彩衣我多思量，你官威太猛得太过嚣张，我妹已经被害拿回浪干，不掂在浪公子变得太疯狂，前半位欠些有气做下梁。口落你对他要赔偿，